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仁爱之灵药服务协会准备的红丝带襟针活动教室。材料有红丝带一条，大约 10cm 和扣针一个。首先我们将丝带的两边剪成30度的斜边，我们将丝带的另面向上交叉对接，在交叉点度加一个扣针将它固定，就完成了。